习惯分享一段的音乐是打开心灵最深处的秘密，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，可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可爱会撩的小柚子。又到了小柚子给大家带来美好音乐的时刻，有的歌曲让人欢呼雀跃，有的让人悲伤不已。好的歌曲总是能传递不同的情感。不过这首《痒》为什么称为排行第一的妖歌？因为足够的妖娆妩媚，再加上黄龄天生的魅力，把这首歌也是表演的淋漓尽致。黄龄演绎的这首歌，田馥甄也赶来凑凑热闹，一身红衣装扮，妖娆动作加上性感嗓音，也是演绎出了不同的味道，从邻家女孩到性感女神任意切换，可真是百变魔女。妖娆的歌曲还有徐良的客观可不可以，这首歌被冯提莫翻唱，甜美的嗓音加上可爱的外形，真是让人有一种保护欲。羞答答的演唱出了同桌女孩的味道。节目的最后起来感受一下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美丽岂只有那么多情，相信我真的伤心，我的梦是不是弄错了，好像我没有点这个包，又矮又胖又找不到药，虽说有点可爱味道，小姐你是谁家的城堡，请你靠边坐坐好不好，难道电视真的看不到，你说的话莫名其妙，我每天